苍蝇数啊不够，视频瘦起来了。你最凉啊！哇，你已经改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关我？阳明山公园里，一名男子打赤膊，边晒太阳边做运动。仔细看，这不正是当年被称为“抗议天王”的蝌蚪柯次海吗？抗议数啊不够！在摄影镜头前，双手高举标语，这是大家记忆中最熟悉的柯次海。话题在哪，他人就到哪。如今罹患帕金森氏症，销声匿迹多年后，以阳明山为家。看个人的角度啦，如果你今天是纯粹是一种。在花花世界过生活，你回来过这种生活过不下去，活不下去。我这条命是要跟他拼的。不到两坪的露营车，就是柯次海全部的家当，起居吃住全在里面。一块木板当作床，细绳上挂满换洗衣物，煮饭开火用的是卡式瓦斯炉，对未来还是有想法。10月12号开始，我就重生江湖，我让大家知道说我的力很硬。我还没有倒，我是硬汉，我就参选花莲县长。尽管在外人看来，柯次海已经不如往日风光，但他自己认为不是潦倒，而是清闲。抗议天王生活曝光，又再掀话题。三立新闻郑永龙、张哲豪台北报道。